一切都有来做的正义。新北市议会先前就已经宣布减持超玉子在南检出，不但请用品的业者是不准进口来做。出版的时节，新北市议会每三度通过此次条例，将来黑工油使用到进口猪肉的业者，每月提供也给检验的证明，为清楚的表示，总不得有来客多百外的猪肉，希望清楚做得发十万元的罚款，韩国做得。就七十来发。米贵来做国庭年年单快封进口，地方政府准批等内。新北市议会筹备三度通过新北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，要求有用到进口猪肉的餐饮业者，两百五单枪为提供检验证明。海外进出票是点度红的食品，走进度某来去多百万。从立法前面保护，清楚标示来猪，以及成立联合稽查组，三个面向来全力守护新北市民的健康饮食。新北市贩卖组台图东景厅两百上海连锁面包店，也总有用到进口肉品的哈姆三明治，外加面黑嘅无用到来煮，常州的贴出也总款起来东顶下的票条，后本消费者清楚现车，就新北市卫生局规定。对一百一十年营业处于黑市，将会连锁店面由五间卡价的西式连锁寿司店，二十座以上的寿司餐厅，还有有连锁五间以上的食品风味店，上市上开连锁餐厅，都会显示是票市之都。沙田都会固定连锁扮演，包含连锁五间以上的早餐店，提供所谓食品的连锁便利商店，还有一间百货公司的美食街，每月甜点按用做清楚票市。蔡总统自己也说过了。要让民众选择吃或不吃含有瘦肉精的猪肉，我也是响应总统要让民众一目了然呐、所以我们新北市在食安自治条例里面，我就给他规定了，就照规定来。这九大类别的业者就把莱克多巴胺标示清楚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讲，相关自治条例三日被送到行政院核定公告。将来是在新北市的传音压榨，无做规定，第四在电流用电流，韩国清楚表示，清创出的发新台币是万元的发放，韩国做的只有次数来发。另外，黑工表示不是猜，每做的发四万都是报万元的发金。下个新闻，请准陈总，新北市报道。